哎，还去行过啦。哎，卫生所，哎，卫生间，卫生间啊，嘿，进来。一切叫做诸葛古镇，行对一边，对一边，从这边。我没有，我说你帮我转一下。好，安尼你可以。大家。就这样吗？嗯。也是有一道的，看下成本，不，也是一道的道观。哎，不这边，这边。不一定。鱼肉刃，天下第一。卖到100块钱，这价188，我们处理了啊。这个质检价格的。放心的三国邮票。还有这种的，看看。不要直接讲，哎，直接讲。然后在这放心的三国邮票里啊，看看给我买套小人书嘛，60本一套，188。我们现在不做生意的。带了，带个连环画这种。老师傅，弄本《出师表》。鸡肉了，还有油票啊，油票。行啊，你别站站。估计应该都是从这边。对，都上来。哎呀，我给别人一台，你这
看。哦，阿姨的家里到呀，阿弟呀。哈哈哈！这边你娘平常中吗？哎，我老婆背我，我背。这我们一定要跨过一个。哦，对啊。对。来，先来。好。来，然后跨过一个。娘。娘陪。站着，站着，站着来。哼，也不是咱俩不白。这个不你在新的啦？新的啦。我就背上你嘛，我会带你跑，公鸡你去阿伯阿婆，你就跑。到阿伯啊？阿伯，新的。哎，新，伊个新城呀，有阿伯过来，我不要过来。